面好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我不喜欢你给别的女生盖毯子，我小气。那你自己重新给她盖了，有没有好点？还不错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不想吃啊，要不然你吃的。吃不吃啊？存档了。存什么档？经验教训存档了，下次不会再犯。乖。你也乖。张九在睡觉呢。行，那我们来吃吃你的面吧。这就别吃了吧。不要！哎呀，别吃了。